国企业是属于政府强制要求不得提前复工的行业，在此情况下，如果企业老板强行要求员工提前复工，该行为明显违反了政府的强制性措施，要承担行政拘留等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员工对于老板要求提前复工的做法应当予以拒绝。同时，如果企业老板强行要求员工复工，并且以解除劳动合同、扣发工资等理由予以威胁，员工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，可以向当地政府劳动行政部门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或公安机关进行举报，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